棉花暴风式席卷而来，国道彰化路段，驾驶全被眼前这景象吸引，就像下了一场五月雪般，有够梦幻。木棉花棉絮打在挡风玻璃上，随风而去。高速公路三线车道落了一地雪白。这里是国道一号彰化北斗路段，因为沿线种植木棉树，正值结果期，硕果开裂，棉絮随风飘散，就像片片雪花，美到让驾驶分心。警方还因此喊话呼吁，不要让这个美景影响到我们驾驶的安全。不止北斗路段，虎尾路段也是木棉花满天飞舞，但这看似浪漫的场景，有人却很担心空气滤网会挂掉，也有人忧心木棉花花瓣会让车辆打滑，对我们驾驶人多少会有一些危险。虽然美景很漂亮，但是行车安全更重要。南投草屯工艺研究发展中心有木棉花团团棉絮在草地上滚动，恰似铺上一地白毯，轻飘飘又软绵绵。像会对我们那个呼吸道产生影响，经过的话我应该会戴着口罩。木棉花美丽归美丽，一方面可能影响交通，另一方面对过敏族群来说也不太友善，真可说是一种迷人的危险。记者陈淑伟、曾伟翔、刘云斌、王世涵，彰化南投采访报道。